好，同学可以关你们的麦克风了。好，来我们看一下，同学呢，我们现在呢是在不进馆，就是不进业出品了。好，那么呢，这个膨胀响啊，好，上堂课呢我们已经啊，取不进相而前往那个地方，然后呢四方诸相观察，以是一种法取相都完成了。说同学，我们呢今天呢其实啊，好，是这个观察往来的路这一边哦，去了解它的细节哦。那么呢，同学看一下，在上一堂课里面呢，就有提到啊，所谓呢以是一种相啊等等之类啊，最后面那边就有提到啊，基本上取相开眼观看是，如果这个尸体啊好像扑过来这样，对不对？说基本上啊，你要告诉自己说啊，死尸不会追过来的。等等之类哦，那么呢，我们在这一些部分呢，在上一堂课里面呢，也延伸到啊，静坐的时候啊，各式形形色色的体验哦，这个不仅不呃不呃呃呃不经意取悦出品啊，基本上同学你们取向玩玩就好，不要太过认真，因为呢，如果你取向成功啊，是一个很丑陋的尸体都在你的眼帘那边呢跟随着你哦，这样你就惨了。好，这样秀卷哈，你做秀的时候，每个 customer 都看到都是肿胀啊、阴区这样啊，你就惨了 啊，所以呢，这一个禅修的方法哈，它其实啊，在佛教里面呢，有些派系的确会反对正道去出禅，他们的原因啊，就是这一些啦，就是呢，定啊，像这个月初本身啊，会产生这些这样子的一些幻象哦。那么呢，其实这个东西到底叫幻象还是不叫幻象，对不对？这个呢就是啊定义的问题来的。那么呢，站在啊我们呢就是重视修禅定的人，我们不认为这个叫幻象，我们认为这个叫取相，然后演化成为实相啊，我们会这样来看待这些东西。它取相成功过后会变成实相，那么呢，取相成功那个相会自己吓自己哦，也可能会发生，所以这些同学啊，我们都会告诉同学哦，这个东西你要小心因为呢，就是如果有精神分裂的人呢，也是有一些幻象，但幻象跟这一些取向成功又不大一样，这样子啦。所以就这个缘故啊，在外国有一种啊，是之前师傅讲那个 psychedelic 那种药也是的，它产生的现象啊，到底是幻象还是更真实的真理这个基本上啊，就看了。如何去定义这样？对于啊一些啊，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是真的当入到禅定的现象他们会认为禅定是幻象但我们倒不会，我们是希望啊进到禅定，感受那个比现在更真实的一些情形所以呢，有定义的不同。好，来，我们就这些来到这个观察往来的路了好，来，有请，就是至中读一读，有请。是观察往来的路，观察往来的路是为了给予业处的正当路线，即是观察去的路及回来的路，因此而得给予业处的正当的路线的意思。假使这比丘取了业处回来时，在途中碰到了什么人，问他：“尊师，今天是什么日子？”或问是哪一天，或提出什么问题。或做问候的时候，他是不应该以为自己是行业处之人，而贸然地走过去的。他必须说是什么日子，即答复其问题。如果他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并得做如法的问候。因为这样做，对于他所取得而尚幼稚的不净相就要消失了。虽然消失，但也得答复其所问的日子。若不知其所问，当说我不知道；若知道，则应当简单的说。问候也是必须的。如见做客的比丘，应向客身问候；其他如塔庙庭院的义务、菩提树园的义务、菩萨堂的义务、食堂、伙房、阿舍离以和尚客身。法主者的义务等，如在见度中的一切义务都应操作。然而做了那一些事情，他的幼稚的不净相也消失了。虽然他希望我再去取相，但
此时的尸体已为非人或野兽所占，故不可能再去举目，或者不净向夜已消失，因为膨胀像放了一两天，已经转成了青鱼等的状态，在一切夜畜之中，像这样难得的夜畜是没有的。所以那失去了不净相的比丘，当在夜住处或日住处中坐下，我是从这扇门出世，向某方向的道路走去，在某处转左，某处向右折，某地方有石头，某处有一塔树灌木蔓藤，我在那条路行时，在某处见得不净相，在那里向那方向站着，如此考察四方诸相，如是取得不净相之后，由某方从目出来，这样的路坐如是的回来，在此处坐，因如是在坐处中结跏趺坐，考察其往来的路。由于他这样的考察，则不净相依法显现明了，如在目前再得依照以前所行的业处的过程行道。所以说观察往来的路是为了解疑业处的正当路线。嗯，好，感谢哦。这个字啊，同学读方面读到好像不大对哦。我确定一下这种目线哦，这个字的读音哦。哦，那同学看到这样的字是，这表示这个中古汉语的字来的，日本有保留，好，这个字哈，蛮有意思哈，日本人呢，他们很会保留文化的哈，所以这个就很好啊哈，我看到我很高兴啊，看到这个字哈，走汉字哈 ，OK 好，来看一下哈，这个就是要找新增国语词典呐，好。应该是我猜是读总了哈，总监哈，好来同学写一写啊，嗡嗡之嗡中总总总了，读总目了哈，就是老总的总，读总之哈，好来同学我们就是进行消化这一段了哈。
好了，可以这么举手表态了哈。好，同学可以高抬贵手。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 part 哦，观察往来的路哈。同学基本上啊，这个观察往来的路为什么那么重要哈？他们呐、啊，那个年代啊，师傅从他的文献来看呐、啊、哈，《金刚大论》的记载啊，他的修行方法哈，的确和我们呐、啊、还蛮有一点不一样的情况哈。来，同学看一下。同学，如果你阅读，你阅读啊，如果是诶有抓到它的含义的话哦，它讲到一个很奥妙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呢，当你啊在他们决定论时那个年代是，你去修这个不净观时，你坐在这边修啊哦，取一个相哦，基本上你一定啊哦是从一个寺庙过来修，那么呢他讲啊，当你从个寺庙过来修啊哦，你取了那个益处之后是。你走路走到一半哈，遇到有人问你哈，今天听说穆尤丁啊哈要被反贪污局告哦，你有什么感想吗？他说你一定要回答，你没有感想说我没有感想，或者是我蒙安台，你说我蒙安台，你一定要回答，或者他讲哦啊杨子兄啊拿到奥斯卡奖，你很光荣吗？你很光荣，你说啊我很光荣，然后你觉得跟我关我屁事，你就说关我屁事。他意思是这样哈，那他这个这样子做了什么反应结果呢？后面他说你这个幼稚啊哈啊这个幼嫩啊哈的那个取向会消失掉，看到吗？当然嘛，所以就这个缘故啊，我们在现代啊哈要禁语原因就是这样的，人家修得好好的哈，你跑去跟人家打岔哦，他会不见掉的。因此就这个缘故，同学哈，你在二地如果是修。练气功，你禅相出现，你跑去一个角落，因为师父这边哈、哦，还其实都没有允许你们闲聊的嘞，都是吃饭在跟讲几句话嘞，你们那偷讲话哦，所以就这个缘故哈、哦，我们不讲话就是不要人家的东西，这禅相不见掉，因为这些真的是很对，你知道吗？如果你很无聊哈、哦，啊杨子琼有没有得到奥斯卡什么感想？很爽的哦，啊很多东西可以讲啊，哎呀我看过很多套的戏啊，很爽的。但是啊，如果人家禅相出现呢、啊，你知道你多无聊吗？啊你这个个体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禅相是很难出现，对某些人很难，有些人是蛮容易的。这个啊。只可以推去过去波罗蜜了，因为二弟啊，我跑了已经39期静坐班，包括英文差不多50期哦。的确，只可以说有些是波罗蜜具备很容易出现的，但是容易出现的人呢，可能他也不觉得这个很重要哦。那么很难出现的人呢，哈，不管多努力，又不出现了哈，真的气得气死哈，往往都有这个现象出现哈，所以呢，这个东西是有这样子的禁忌所在哈，但是啊，在觉因论时那个年代，你必须回答，然后不止回答哈，你还要做工哈，因为你回到去之后啊哈，如果是按照啊执事啊哈，你是煮饭的。你要煮饭，像以前师父在福研的时候啊，哈啊，我们呢有很多任务的，我们有分三组的啊。举个例子哈，比方是说啊，你轮到行堂组，对不对？哦，啊，行堂组的意思是什么？哈，就是啊，整个整个啊，大寮里面行堂啊，哈啊，就是轮到你，你要去排这一些饭菜碗。你要呢去啊哈，添这些菜，然后呢，你要去行堂问人家要不要吃这样子。那么呢，有些人又供养比萨，你要写上纸，有比萨，那个面不要那么多。对啊，有这样子的东西，你知道吗？看看布施主讲，师傅，我们有供养比萨哦，有时同学供养的哦。那么呢，我们呢哈，就去添饭的时候啊，会粘张纸，待会有比萨哈，他一看到他本来要吃饭，看到比萨。他就不要饭了啊！等下比萨来哈，一人一块这样哦。哦，我们那个时候啊，吃比萨啊，他们很快乐的哦。其实比萨我知道点的不好吃，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快乐的，真的我很快乐的，你知道吗？一人一块这样子哦，哎，我也不知什么缘故，我吃到嘛不好吃的啦，淡淡的啦，他们很喜欢的他们。啊，所以呢，这个都要做的，
一定要做，以前我也是试过，我们在念书时候啊，行堂主啊，有时你是饭头啊、汤头什么之类都好啊，看你轮到做什么，你要做就是，那么呢，有一次哈，我们有个佛友哈，就是同学啊，他断食，你知道吗？他断食，因为呢，他就是有断食的经验，那么呢，他断食，他觉得断食对自己好，虽然是读书很繁忙哦，有做工，但他坚持断食，那么呢，我也学他断食。但是我断食了啊，过他的眼黑，过啊哈，他两什么，他过啊，他就什么哈，他就整个人呢、脸黑到完，听到我断食哈，什么缘故哈？因为我断食了过后，我没有力做工啊，他讲啊，我断食，我全部东西做到完，你如果是不能够做东西，你不可以断食，这样子你知道吗？哦，我突然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哈，道理也是一样啦。那么呢，其实就这个缘故啊，哈，如果是说啊，哈，我们呢做这种这样的额外的东西，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啊，摆烂是不可以了，是真的了。他这个讲啊，我认同了哈，你不能够这样影响到大众的，好像市民这样哦，你讲哦，哦，我要试试看168啊，结果呢没有力啊，哈，做 assignment 呢、啊，你老板你的 supervisor 不找你说哦，对不起，我168减肥哈、哦，所以没有力哦，他哪里管你，对不对先哦啊，所以啊，就这个缘故是不能够这样，但是啊，居安论食的年代是没有办法，他一定要全部都照做，他讲也是一样的，你做了之后啊，你的定会不见掉了的，所以就这个缘故啊，现在我们马来西亚的禅修营哦，基本上是不做工的。基本上是不做工的啊，因此哈、哦，那些人来到啊哈、哦，都是像你们来二地就是这样嘛哈、哦，有做工吗？好像没有了哈、哦，都是后面结束之前抹一下地啊，做一下这样罢了，因为明天你们还有用嘛。好像我都是啊哈、哦，抄那些辅导员哈、哦啊，对不对哈、哦？辅导员同时也是外劳来的哈、哦、啊，所以虽然不需要做啊，所以呢，你们修得好啊，还要叽叽喳喳的讲到天花龙凤，然后就是啊哈、哦，又不成功这样啊，这个就有点对不起师傅跟辅导员了。你看那居然论师他们多惨啊，那个年代啊，他说你不可以拒绝，你的责任你非做不可，到时是真的不见的。那他明文都讲啊，你又是定会不见的，那不见怎么办啊？他这样子讲，他说、啊、你回去找回你的那一个业处。不过他讲啊，你那个尸体啊，走脚被狗蹬坏咯，看到没有？他刚刚在讲。哎呀，被狗单掉了，明明啊是肿胀，明明是膨胀响啊，变成肿胀响了，又不刚了啊，因为它不尽管是10个腐烂的过程来的。那么呢，它其中一个啊，它从膨胀啊，哈，会转去肿胀，肿胀再转去溃烂响的，然后它会变的，你知道吗？明明你修的是这个来的，它变到蓝，整个蓝色了，又不刚你了，那怎么办好啊？他就给他很好的 idea，他说啊哈，你回到去原来的位置，过呢，你去回忆哈，当初我是怎么来这边的，我从寺庙出来，左转走一大圈的路，遇到一个放牛的人，过呢再右转，完全 exactly 回忆，当你回忆到了这边哦，那个像就出来，啊，这个就是他奥妙的地方。他意思就是讲啊，他们古代哈、哦、没有像我们这样子啊，有特别的禅修营哦。其实啊，我们现在有些 yogi 哦，他们呐、啊、哈、哦，也这样子讲哈、哦，这是一定要明文讲好，不然会冲突。有些 yogi 知道这个禅修营还要做工哦，他不要参加的，或者他不愿意做会抱怨的啊。所以就这个缘故啊，我们呐、啊、哈，一般上啊，正规的禅修营一定分义工，还有就是学员。学员的话就不能够讲话了的了，那么义工的话一定要以做工为主，得空啊才可以去修，不然的话不可以修，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呢，你是应征当义工啊，你就不能够啊，工不做跑去修，不能够。同学知道吗？哈，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种纠纷呢，哈，是有发生过的，啊，是有发生过的。像我以前我在沙巴的时候啊，哈，我们呢就是我的任务啊，开法师给我的任务就是去缅甸陪八奥禅师，把他是安全送回运回来，不是运回来，陪他回来啊，不是运回来陪他回来，OK 哦，陪回来了，后来跟我讲啊，怎么样，我可以休了吗？他说不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哦，继续1个月当翻译，然后要一起
生活这样，他没有讲要一起生活啦哈、哦。不过我有把我的责任做好了哈、哦，基本上除了没有一起睡觉跟冲凉，其他全部没有一刻离开过他了哈、哦。因为他们人生地路不熟这样嘛啊，我有做好我的责任这样子哦。那完了之后啊，我就是我们讲了哈啊，我们呢是在抬轿给别人，因为啊一个营是这样的哦，禅修的人呐、啊、哈，就是做桥的人。我们做义工的人就抬桥的人，个个都要做桥，没有人抬桥，那个桥哪里动得了嘞？那么些公个人都要抬 Q，没有人抬 Q 啊，一定会有人抬 Q 的嘛，对不对？所以就这个缘故啊，在大道场哦，一定轮班制的，就是啊，开头你先服务长辈，过后呢，有一天你开始当长辈，新人来服务你，他就 rotation 这样子，就会做到死咯。这样子，那么呢也一样的，在二地啊，基本上啊，哈，你会开始找你当义工，我就一定要让你啊，已经学这个方法一段期间，啊，这样的话才不会说 end up 就是说，你是抬桥，但是你没有做过桥的，你就可能心里不平衡，或者是说你一定要个人自己愿意了，可以明白吗？啊，这个呢，哈，经常会出现，所以呢，我为了避免啊，同学啊，哈，会出现呢，就是奇怪的现象，所以呢，我就慢慢等咯。开气功，密集三训之前，我先等有一班同学学成。那开阿毗达摩营，我也慢慢等到一班同学学成，我才来开。啊，这样的话哦，上去做义工的人，大体上都是学过了的人啊，那就没有太大问题咯。这也会比较健全，否则的话，一般的地方哦，他德巴勒那些全部的义工是没有学过的，都不懂的这样。然后呢，他们去成就别人，但他也不是很有那个理念啊，就出问题。所以呢，我遇到一个禅修中心，他很不错。他一般上啊，他禅修一结束，对不对？你们这帮禅修者，对不对？你们供养的钱是 support 下一批人来的。然后过后呢，如果你要做大布施，是你一定要禅修过他的方法。你没有来参加禅修过，他不让你布施，这样子嘞。啊，这个他一定是要发展的很久啊，哈，很出名了，他才可以啊做这样的要求，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提到 rotation 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啊，哈，讲到最后今天的课题，哈，同学你记得哈，以后啊，比方说你如何哈获得那个业处，对不对？过那个业处不见掉，对，你一定要想回我以前是如何得到那个业处的，那条路我是怎么样走的。所以一样的，我们呢，这次啊，这个气功班哦，放空法门哦，哇，我们有些同学觉得非常好，整个人进到很好的状态，也是有类似禅香这样，然后呢都不大想做功。那么呢，我说哦不，你应该要出来，因为呢你应该要出来才对，你要做功，你要 planning，你要讲话。那么呢，同学觉得可惜，但不是这样子想的。我们就是师傅，就是要想办法哦，在3天2夜里面把你带进去那条路啊，你去过一次对不对？再带让你出来以后，你要进你自己会进的，因为你已经是仕途老马，你回过去一次，听明白吗？所以同学哦，3天2夜啊，你可以成功进到去，就是成功了的啦，好，就是成功了的哦啊，不能够说啊哈啊不要出来，因为呢你的身份呐，还有啊你的position 啊，根本不能够长期啊，在那种清静的状态，可以了解吗？好啊，所以这个是重要的，所以你出过来，哎，你就有经验，知道哦，这么一回事，这样。好啊，来，同学们看一下哈啊，就是呢这一边呢和我们看一些重要的词句哦。所以你看楠楠啊，这些啊去业处啊途中遇到的人问他问题，说同学以后啊哦。你要做个醒目的人呐、啊，好，你知道人家在取悦处，那同学，如果你是真的啊，修得很好，有时候我们很难啊，完全管制，不让同学讲话的。我是尽力啊，好，不同学都是偷偷讲这样好。OK，你要修，你眼睛半开，说同学你要醒目，不管任何法门的、啊、哈，人家眼睛半开，这表示他可能啊，他业处很好。他的禅相出现，或者说他也想安静一下，你们不要去老人的讲嘢，好明白吗？哦，那除非我们有定下说这番时间可以讲话，那讲不讲也是个人喜欢呢、啊，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一个啊，哦，叫我跟你叫做唔通气啊，哈，哎呀，不吃葱的哈，我妈妈讲啊，哎呀，不吃葱的人不通气的，你们有没有人有也是有这样的习俗啊？就是不吃葱的人不通气。有谁的方言有这样子的用词的哈？
没有啊，啊，OK，元稹有啊，元稹是客家人嘛，这个是客家人的谚语，对吗？是不是？是吗？元稹是客家人的谚语吗？还是广东人呢？啊，元稹。不知道我妈妈跟我讲，妈妈是广东人。广东人呐、啊，哦，这样啊，但是他能不懂的嘞哈、啊，就我跟你懂不了哦，是啊，所以我们一般上啊，那些人啊，我们广东话应该香港啊，是叫做走顶当打嘛，对不对哈、哦？就是在那边夺取的口军这样子哈、哦，这样子嘛哈、哦，啊，所以呢，就这个就是这个样的缘故哈、哦，啊，所以呢，就我们呢就会这样子想哈、哦，啊，但其实啊哈、哦、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哈、哦，在禅修的时候也是这样了哈、哦，就你看到别人啊。就是在用功啊，很好，就某种点当打嘛，这样吼、哦。好来过他但是啊，如果在觉悟师年代啊，他说你不应该啊，因为我有业处修行，就默然走过去。他说你不应该哦。那么呢，也 confirm 了哦，你这样子过后会消失掉哦。然后过后啊你必须要问候的。然后呢，看到人家做客的比丘哦啊，这个我们叫做 guest monk 哦。啊，看到 guest 到来哈、哦，你应该向客绅问候，你要问人家啊，你好吗？这样子哈、哦，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哈、哦，还是分开比较好，好、哦、分开比较好。那么呢，禅修期间你专心禅修那7天，过后呢7天之后你出来了，你要正常生活啊，这样比较好哦，啊，不要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哈、哦，啊，变到等下两边都不到岸，会的，会两边都不到岸的哦，所以呢，下一个啊。3天的，不管是阿毗达摩营也好，或者禅修营都好，你有报名，你应该要投入啊，应该啊，聊天也聊阿毗达摩，那么来禅修，平时吃饭、走路、上洗手间都是禅修，都是放空或者都是安钵念，这样会比较恰当啊。你完全投入，过7天后你就要出来了，这样子，这样的话会比较理想啊。那么呢，就是这样子讲啊，哈，如果你是用功啊，觉得哎呀，老师使不上力，这样对不对？好。就来茶房找我们喝茶啊，因为我们就知道有同学不是每个人 ready 好的哦，这样是比较理想的哦。OK 哈、哦、啊，我们以往啊在敷衍怎么样哦？因为敷衍往往啊一放了几张凳子啊，就会有人会坐在那边聊天的，你知道吗？啊，我们虽然是说是读佛学都好啊，他也不想我们聊天的哦，所以呢，所以啊，本来有几张凳子坐着给我们专门吃东西的，对。看到我们围在一起，又把它拿走它，我们的学务长这样子哦，这边怎么办好？这边我准备把喝水的桶把它拿掉它，你们就不会聚在这里了。哎，我们把吃那个面包放去楼下，水在楼上，让你们不知道去哪里好，像没到聊天了。哦，来房间，哎呀，师傅在哪里好聊的？到底找学员聊嘛？把找训练聊嘛，对不对哈、哦？啊，所以就有这样的情形了哈、哦。啊，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哈、哦。过啊，他讲啊哈、哦，如在见度中，一切义务及都应操作啊。这个见度，同学了解一点点了，因为我们同学已经知道什么叫比丘戒，对不对？那这个见度啊哈、哦，基本上啊哈、哦，是SEW 哈，见度是以前我们记录啊哈。哦我们古代出家人生活的一些规章 chapter 来的，好、哦、啊，那么呢，这个 chapter 里面，记录我们的生活规章啊，所以呢，我们呢，哈、哦，古代啊，哈、哦，就是根据这个戒度来说明啊，生活规章，你应该做什么功之类这样子，哈、哦，来啊，戒度啊，南川北川都有，叫做 Khandaka，同学你写一写哈、哦、，Khandaka 哈、哦，它跟 Pratimokkha 是两回事来的。Pratimokkha 基本上啊，就会规定啊，哦，你们女众300多条啊，你的啊，是怎么样子啊？就是啊，你的生活啊，不，你的戒律哪一条要守，不要守，会明文规定。那么呢，这个戒度啊，是戒律里面这个律来的，明白吗？来，律藏组成的部分，Pratimokkha 同学是戒这个字来的，戒度 Khandaka 是律这个字来的啊，所以戒律两个其实基本上是。分开了的，好、哦、啊，所以律啊，哈、哦，就有讲定啊，哈、哦、啊，我们呢、啊、到底应该是怎么子生活啊，等等啊，要怎么子做工之类，哈、哦，都有保留，我们也没有用，因为那是古代的方式来的，哦。OK，好、哦，把这他这边建筑看两个哈、哦，是指什么哈、哦？
他讲佛教戒律的汇编书寄来的，看到吗？哈，他说是躯干的意思了，监督是躯干，因为啊，哈，它是一个 chapter by 一个 chapter， 有点像躯干这样，哈，简单来讲是一章一品或者一节了，啊，不过监督的部分呢，哈，比较多啊，哈，是分大品小品，所以你看到吗？这监督看到吗？凡是监督都是跟这些出家、受戒的规定啊，与安居的规定啊，如何穿学啊，如何吃药啊，如何做袈裟，看到吗？啊，监督就是这一些来的。我们讲就是生活规章这样子哦，跟 Bhakti Moga 两个，这个是律，那个是戒，所以呢，这边按照这个 Kandaka 哦，它会记载这种种的一切哦。就是讲啊，我们应该如何操作，做什么事情，看到吗呢？布萨堂里面的衣物啊，火堂啊，火房啊，等等工作。那将来你们短期出家会怎么样呢？啊，我们北川有特别的名字，嗯，煮饭的叫饭头 ，Pokbala， 煮汤的叫做汤头，煮菜呢就叫什么呢？细针汤。煮菜的菜头没有了，煮菜的叫煮厨啊，什么菜头啊，哎呀，所以呢，煮厨是最大的，嗯，好 ，OK， 今天吃什么菜？嗯，他来开菜单哦，全部人跟着煮厨，嗯哦，然后呢，过后呢，煮厨要负责买菜哦，确保那个菜不要坏掉，这是最大的责任。基本上你东西煮的不好吃，没有人讲的，但是你丢东西啊，没有东西没坏你丢啊，哇，那个就好大件事。所以呢，我们呢，佛教僧团呢，有我们的禁忌在里面的哦。说东西不好吃啊，有时候失手哦，啊，主厨会失手的，我也试过失手哦，啊，通常大家不讲的啊，不好吃没有关系啊，都是因为出家众嘛哦，大家是修行，居士来到佛学院呢、啊，也是要修行，所以没有人敢讲很难吃，没有人这样讲的啊。但是东西你丢啊，哇，就有人会有意见了的了，开班会试你的。因为那个东西全部得来不易的，人家供养的，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板凳拉让在里边了、啊、哈。OK， 好，好啊，这个就是相关联的啦。好，然后呢，过后我们再看一下哈。好，过后呢，就是这个是义务的哈。那么呢，就是刚刚全部都偷啊哈，结果呢，就我挖了个洞给细针。就掉下去了哈，结果它真的叫做菜头哦，哪里有菜头哦？啊，我看一下先哦，主厨最大了，饭头、汤头，然后还有什么头啊？哈，嗯，还有几个是打杂的，嗯，就帮忙洗碗，所以整个厨房做完是最累的这样子了哈。所以呢，就是这是大体上厨房的任务哦，所以将来你短期出家的话，他应该会要你做的。好，同学，你有机会去试试看，在北川出家哈。试试看做这些。这是我的问题。好，可以呀、啊。师傅，点做，那又是什么任务呢？哦，点做就是煮菜的啦。嗯，最大点做一般上点那想想哪？OK， 对对，点做其实就是厨房的头来的。我们讲做点做，嗯，好，点做就是做厨房的。那么呢，如果在大厅里面做叫坐伴呢？这是我们古代丛林的用词来的。嗯，怎么样？有考倒师傅吗？没有考倒了哈。OK。没有，因为我不懂他们是做什么的，点做。对，我们试试看了哈。这里有个最出名的机器啊哈 ，ChatGPT 哈，来我们问他看呢，点做是什么？看到有没有答错先啊？啊 ，error 啊哈。哦 ，I see， 因为是先九过头啊哈。嗯，来帮你问 ChatGPT 看了哈，嗯，看他答到怎么样？点做是什么？看他会不会答非所问？哦，有看到 ChatGPT 回答吗？他好像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对呀、啊，所以是 ChatGPT 这样子会答错的啊？不对 ，ChatGPT 错了，点做不是这样的意思哈、哦。OK， 所以同学记得哈、哦，ChatGPT 不是这样来用的，有时不过做 planning 的东西复杂的哈、哦，它是很给的哈、哦、啊，这种这样有时他会搞错的哈、哦。
来我们呢试试看了、哦、如果、我们找佛光大师点正经一点点了、哦、所以啊有时候啊你们那些作业哦真的是一定不能够啊不能够不问过啊就自己 交上去哦因为他会搞错的哦点做哦来看到吗呢啊点坐看到吗啊禅林中负责大众斋周之称制这个才对这个才对、哦、看到吗、哦、啊点坐然后在点坐下面有什么看到吗呢饭头汤头粥头米头柴头圆头我们没有叫米头啦我们也没有柴头跟圆头为什么没有柴头因为我们已经用 gas 来煮了还哪里有柴头还劈柴啊什么年代啊哎呀我读福音的时候已经很 update 了的了我们了、哦、好来李温来请讲啊。请问师傅该那个 chat 那个什么 BD 叫他给的那个是不是点做的意思叫他讲的那些是什么来的、哦、那个是别的啦那个是升堂讲法的法师东西哎呀不懂哪里扣过来的啦我有问过他自发的东西、哦、他也答错了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哦、问 ChatGPT、哦、他会搞的、哦、OK 好好来我们看一下王俊达都在偷笑嘛、哦、看到他答案之后啊好来过后呢这个就是点做了、哦、好来我们再回归原文了、哦好过我们再看一下、哦、那他看到吗呢那不经意处的已经消失了、哦啊、尸体、啊、被单调或者是变化了、哦、过他讲什么、哦、应如是在做他讲啊在做的做出的地方啊结痂浮浊考察其往来的路看到吗然后过后他讲啊你考察你开始去想啊之前你是怎么样子得到的过的一处相会显现出来看到吗这个啊其实啊它要说明什么啊同学它其实是一种记忆法则来的。就说啊、哦、你过往是通过这样的路线然后过你坐下过你的禅香出现过你禅香不见掉嘛那么你通过又回想那个路这样子就把它想出。好、哦、同学你有试过吧以前如果你读书啊的读书方法是先背主题再背章再背节再背关键字啊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哦你东西记不起哦你就由头开始回忆就出来了。所以读书是这样读的举手一下先背大标题中标题小标题那我们这几个就明白了咯。OK, 好、哦、就明白。书房你不是这样读书但你怎样读啊你整本这样背啊啊书房你不是这样子读啊啊师傅啊我写自己做那个 note 咯。你的论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吗做笔记我知道你的笔记不是这样大标题小标题啊过呢到 paragraph 到关键字你不是这样子啊、哦、我不是我是画那个思路图啊是啦其实思路图本身呢就是一个 chart 来的、啊、有层次分明就是我们的方法来的咯啊这个这样子啊其实古代啊、哦、他们的背景论都是这样子罢了的哦啊、这些课没有讲过在朔溪有部的课师傅有修过 Mandy 他们、啊哦、他是怎么样子从那个 keywords、啊、去联想到经典、啊、而古代的人已经懂了的了、哦、所以同学他这个方法 exactly 就是这样所以同学以后你也是一样的以后、啊、你来参加什么营都好啊你取向成功你修成之后对不对、哦、包括你得到喜悦清安、啊、你也成功了对不对过后你会 lost 掉不见掉的那你 lost 掉不见掉有两个情况同学第一你要想回头你当时如何回到去那个情境的你的喜悦竟然是如何 trigger 出来的它有因有缘的禅法是有因有缘我们呢、啊、不是说那种哦来我们念观世音菩萨让观世音菩萨赐给我们喜悦竟然我们不是跑这种路线的所以我们呢、啊、阿毗达摩学佛法的人因缘观的人都会找出原因来那么这个原因啊会 trigger 会去联想出来然后过你找到缘故你会重新体验这个第二啊你去连你去找回缘故但是还是找不回来那找不回来是不是但是啊你那个禅定的喜悦的感觉啊它还在的那还在是你回忆啊回忆的话哦跟当时的体验哦差至少100倍吧因为啊回忆不到那个喜悦的因为那个喜悦是多巴胺啊哇把你整个啊好像 flip 你整个人呢、啊
就多巴胺冲刷你一下，哇，那个喜悦也回忆不到的，基本上回忆不到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底下是这一个 memory 啊，哈，anyway 它会成为你日后用功的一个目标来的，可以了解吧？所以呢，还是虽然是说啊，哈，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找不回来啊，但是啊，哈，这一个记忆啊，好过经典描写多多深。好过你读十遍哦，洗什么什么餐洗啊，有五种，像雷打这样啊，像海浪破这样，你会背回讲的，你会讲，你讲了十遍一百遍都比不上体验一次。虽然你那次体验了过后又找不回来 ，never mind 没有关系，这同学记得哈、哦，所以你一定要，你一定要摆 chance 都好啊哈，你都一定要中过一次他先。啊，这样的话哈、哦，你如果对修行啊产生的那个。憧憬哦，才真正扎实的，不是说只是经论听说罢了的。所以呢，上四大乘论了、啊、那天我们上啊，四大乘论其实我也是了、啊、就是解释啊，如何开悟啊，就如何证果啊。四大乘论其实也是像阿毗达摩，我用大脑来进行解释。我们也当时也是啊，有三分二的人呢、啊、产生向往之心啊，是理论上产生，但另外三分之一是没有产生的哦。哎呀，这就惨哦，这不是我就是败了，但是三分之一的人成功，他们讲哦啊这样子，所以呢我就问呢，你们呢没有举手的人是不是大错扯啊？他说哦没有，我没有大错扯，都差不多都读了一半了还讲大错扯哦，哎真的好笑哦。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相关联，为什么你会忘记一些经验呢、啊、哦 ,anyway 你一定要会去找回他哦，这样子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哈啊，这个就是要讲的 part。好，接下来我们看安止的规定啊，哈。好，安止的规定啊，哈啊，有请就是请就是玉华读一读，玉华有请。安止的规定，对于坚毗功德之后做增宝想，起恭敬而生喜爱，这是。基你所言中的句子是说，自意以烟雾的恒藏相中得生禅那，以禅那为足处静音，而增长毗婆舍那观者，便得见此，诚然依此行道，我将脱离生死的功德，譬如一贫穷人获得了很名贵的珠宝，便作我已获得其实难得的其珍宝想，甚尊重心及其爱好而加宝物，此人亦然，我已获得此难得的业处，如那穷人的名贵的珠宝，因为修习事业，因为修习世界业处的人，可取他自己的四大暗波，出入习业处子，可取他自己的彼习偏业处子，可以做偏而随意修习，如是其他的业处也都是容易得的。唯有此膨胀相持续一二天后，变成了清余等的状态，实在没有像这样难得的，故应起珍宝想，慎重静心，爱好的保护彼相，在业住所或乐住所中，应该说说的把心密切地连接到业路的膨胀相，业路的膨胀相上面去，应该对那相再三考虑，作意以思维，能这样做，则他的思想升起。关于起啊，没关系，我们来消化这一段哈，还有些内容。
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的同学。好，来同学，我们看看呢哦，这个呢在上一堂课有提到，就是做珍宝想，珍宝想，接下来就恭敬而喜爱了，这个珍宝想啊，一定是要在稀有难得底下才会有珍宝想了，就像啊，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过年，像师父哦，我们最快乐是因为那条冰淇淋啊，一块钱一条的甜筒是过年才吃得到的哦，所以是珍宝想哦。现在啊，你们的珍宝想过年是什么？就是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对不对哦 ？Ice cream 不稀罕了哦，衣服也不稀罕了，整天 fast fashion 一个礼拜都有新的哦，可以回家。看他们呢，回家就是珍宝想了。像我妹妹她讲啊，哦，我回家我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讲我要喝茶啊，我的侄儿会去买给我喝，我在这边是全部要自己来的哦。所以你看到吗？这个珍宝想是从稀有那边而来，所以呢，月初也是了。那么呢，月初呢从稀有而来，这个东西如果是不稀有的话，太容易获得就很难珍宝想。像现在佛法哈，YouTube 都是哈，我在想很难有珍宝想了的了。那么呢应该怎么样子才变珍宝想哦，我是觉得有点困难哦，因为周围都是嘛，怎么珍宝想哦，就像那个水哦，我们一开哎周围都是，但如果你是住在沙住过沙漠的人也知道，哇那个东西多稀有难得哦，因此哦，每个人的东西这真，我觉得每个人的珍宝想不同咯，有些人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就是求不得婚姻，婚姻就是珍宝想哦。有些求得婚姻又求不得子，那子就成为珍宝想了，对不对？显哦，有些什么都有，那么他珍宝想是什么？他的珍宝想就是希望有人生有一个缺陷，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就是太没有缺陷了，他整个人呢很糟糕，你知道吗？所以他最需要的是一个缺陷呢。哎呀，这样的人都有哦。所以呢这个珍宝想啊，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就是没得勉强的啊，在经营道路里面呢，我们呢讲膨胀像是珍宝想，因为这个月初一下隔天就没有掉了的了，你找它就变了的。那我们修四大士同学身体在这边无时无刻可以修。安博念士呢呼吸在这边呢无时无刻可以修。放空对不对，你的头脑在这边吗？这样子一个念头就放空了了，对不对哦？啊，也是很容易罢了。所以那种一出一拿就拿得到，就很难很难，就是你很难升起稀有难得之想哦。这样子哦，啊，反而那个尸体哦就难成稀有难得哦。这样好，这样看来我要想想看了哈，如何让二弟的课程呢，让你们啊产生珍宝想啊哈，让它稀有难得。有些办法看，不然的话太轻易获得哈哦。YouTube 周围都是，我也不懂将来哈，你们要怎么样子产生珍宝想？哎，我问你们先，到底什么在佛法的部分呢？有什么东西会成为珍宝想呢？那佛法周围都是了 ，YouTube Talk 周围也是。你们不来二弟这边，有大把地方可以去，又南传又北传又藏传，还有什么是珍宝了嘞哈？好，同学谁可以告诉我嘞哈？扇子是珍宝想啊，会吗？王俊达，不是周围都是吗？一上网一大堆啊，南村北村藏村都有啊，还有吗？还有扇子是不一定是扇子石来的，扇子石是一定要能够针对我的状况给予指导的。哦，这个啊，那个才叫、对我来讲，那个才叫扇子石。当然到处都是扇子石，可是与我在我的状况给予指导的那个就珍宝想。出名的哈，全部人排在队，又没有太多时间给你，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先？啊，所以啊，有时候啊，最好是你找到老师，先不要那么出名先，因为他已经出名了一大堆人嘛。哦，就个人都在抓他哦。那珍宝也没有用哦，对不对先？所以呢，其实这个不是我讲，是开印法师讲的。他讲啊，哦，你去学出师，你要那个老师还不是很出名之前跟他学，他出了名你学不到了的了，也对了，你知道吗？哦，所以呢，这个是有道理。不过是这样了，王俊达，名师也好，名师都好，讲到尾就是缘分了。你有缘分，你会遇到的。
像我当初啊，我在就是说啊，我到当初我有一个分水岭，我在沙巴，就是一个就跑去超跑禅林，一个就留在寂静禅林。我选择留在寂静禅林啊，为什么呢？虽然泡禅林啊，泡禅是很有名啊，很红啊，但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到最后，我发现我检讨还是寂静禅林才是学的最多的。真的，我知道吗？我当时就抉择嘛，因为泡禅师他也给我一封信，他说啊，你随时你就可以拿到 visa， 就可以过来我那边这样，知道吗？所以我就这样心里想哦，所以啊，你们以为啊，你们的婚姻啊需要伤脑筋 A 君跟 B 君啊，师父也有嘞，我也是有，哎呀，吵得我去哪里好啊？因为这是我的前途，你知道吗？哦，我敷衍不读了，然后我就读完三年啊，本来可能会读到研究所，我是可以。我可以是可以读的啊，我是可以读的人，但是我要跑禅修了，那么哎呀，禅宗那一个好，一个是很大的禅师，一个还不是很大的我，选那个好啊啊，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后悔，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我还是到现在也是这么认为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一个难处的地方，就是那个稀有的东西就在这边呢、啊、就出现了这样子。结果我把我这个最稀有的东西、哦、让给我另外一个师兄弟哦，结果对我来，我是另外一个师兄弟来讲啊，这是个地狱来的，哎呀，他反正怪我呢，知道吗？我讲你怎么会呢？这个东西那么难得，这样偏偏不刚他哦，偏偏哦，哎呀，所以这个就缘分了，你看到没有？啊，我觉得一个东西我让出来给你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稀有，就是泡禅师给我的封信哦，而且我让给你吧。哎呀，结果 end up 更糟糕，看到吗？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哦、啊，我们讲啊，是不是珍宝啊？真的是要看缘分呢、啊。好、哦、，OK 哈、哦，说同学，你好好的思考了这种东西哈、哦啊，年代不同，所以我在想，现在啊，这个年代啊，以前古代啊取经的确经典是难得，那现在王俊达讲的三知识也是对的哦，就是应该是说啊，讯息多过头了啊、哦。我不知道选那个好哦，我的珍宝想就是那个那到底那个是我的珍宝不知道了哦，就是太过多珍宝了，那个才是我的真正珍宝，应该是难在这里啊，对不对？先到了这个年代是问题在这边哦，就是太过多珍宝不知道哪个是我的哦，一个个去试也不懂怎样来试好哦啊，所以呢这个年代的珍宝每个时代会不同了哦。好，来跟我们再看一下哈、哦。我给同学思考一下，你想想看，站在佛法的角度了哈，你的珍宝是什么东西？是你很稀有难得的啊？你写好了就可以用举手了，好，或者是没有都好啊，你也可以举手了啊，没有也好，好。啊，刚刚李文举手，李文你我看到你了，你讲短期出家课程哦，哎呀，你那么想短期出家的咩啊？每个人要的东西不同啊，哈，哎呀，两个好了，好好想一想，同学，你的珍宝是在哪一个？你很想要什么东西啊？是方诸佛菩萨啊？哎呀，OK， 四个好了，哈，啊。那密集出家课程托钵啊，我大概了解了，因为你们的做工已经做得很闲了，哈哈，所以想往短期出家课程，哈哈，试试看，对不对哦？啊，因为我讲很多出家的好处嘛，哈，我没有老是谈出家中的生活嘛，也制造向往给你们，你们应该也是做工作的太无聊了，所以你看呢，很多个讲啊，想要试试看出家的课程，好啊，同学，你要有这种向往之心，哦。OK 好，其他的没有举手啊，就当你没有的啦。好 ，OK 好，对哦，好，OK 好，来，啊，刚刚有个啊，爸爸讲参加气功课程啊，太好了了，肯定是珍宝箱，你慢慢等啊，因为六月份都还没有出广告，已经满了了，我下一期应该出，应该也满了，你应该没有机会，让他永远成为你的珍宝，最好了。OK 哦，好，来我们看一下哦，好，这一个啊，哦，就我们讲啊，以禅那为主出，过后呢增长毗婆舍那观，哦，因为呢有这个业处就可以有定，有定就可以有观，哦，啊，同学是这样的哦，
我们这边呢，都是讲的蛮顺利的。其实真正情况哦，未必那么顺利的哦。你可能呢，你去参加一个营啊，可能呢，那个营啊，才知道了哦，原来我不是修是世界分别观，用七天来 confirm， 你可能会 end up 是这样的哦。啊，过后呢，营里面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啊，有些挫折在那边，那么呢，有些有自己的业处啊，但是去了那边哦，啊，过后呢，环境不刚啊，很多蚊子叮哦，啊，结果跟 complain 又给禅师骂，会这样子的问，你知道吗？啊，所以哎呀，惨了 ，complain 好不 complain 好嘞哈，又是你们呢，要我问卷调查反映我的心事，啊，结果我反映的给你骂哈，有些团体是这样的哦，自相矛盾的哦，哈哈，被他就不敢讲啊，被他七天的喂蚊子啊，又修不成了，所以啊，没有那么顺利的哦。这样的话，过后呢有业处啊，过后呢啊有好的老师，哎，过后呢一大堆人小参啊，也分不到五分钟，哎呀，又讲不了多少啊，过后呢啊又开始修啊，修上去的话啊未必啊，修上去的话可能呢哈，晚上睡觉啊，哇，隔壁这边聊天呢哈 ，complain 又不是不 complain 不是啊，环境又是个问题嘞，然后过后呢，这种重重关卡完了哈啊，过后呢你可能呢哈顺利开始上去了，又讲要回家了。这样子哦，那么常常啊，七天禅修前两天呢，哈，因为你们工作太劳累啊，都是睡觉的。那么呢，最后那两天呢，就开始想着要回家了，开始 planning 了。哎呦，我们这个完了了，要去爬神山哦，这种 planning 开始想着了，因为你 plan 好了嘛，哇，开始向往了。然后就中间那三天哦，才是真实的有修到，有时候是这样的哦。啊，所以呢，然后呢，那个业处刚对不对哈？一个月的哈啊，有时候修到某个地方会停。你们女众的月事啊，会成为禅定的障碍的。对于某些禅法啊，给你们知道哈，会成为障碍的，它会被弄到你上不了去的，或者整个禅线会整个掉到往下来啊。所以你们呢有心理准备啊，是女性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就是啊，上得了之后，对不对？过后呢，顺利上得了的，如果你身体啊，哈，有长一些瘤啊，哈，不管哪里都好，男女都好，哈，那个东西肯定会妨碍到的。原因是因为哈，身体的能量啊，哈，和禅定啊，哈，身体、禅定、心灵三者是一起发展的，一起发展的。而且你的呼吸、你的身体，还有你的能量，三个一起发展的。我们佛教不谈能量的，我们不强调能量的，我们只强调身体和我们的呼吸，呼吸和我们的心啊，我们不强调身体。但是啊，你身体有障碍是那个能量不同，对不对？你的心就没有办法发展了的了，那么你的呼吸也不会改变的，这个现象出现啊。所以过往啊，有一个 Yogi 跟师父讲的说啊，她是女性啊，她子宫长了一瘤，长了八年。所以他的定啊，你拖了半年不会进步。后来他说割掉了，诶，他马上就往上飙，很快进步。所以也有这些现象的。所以同学啊，你们呢、啊、有病啊，还是说以后你们去禅修之前呢、啊，先做个 body screening 哈、哦，先去照 MRI 先，全部照完他先，才去参加禅修营哈、哦。我是开玩笑，不过告诉你们了、啊、哈，你有病先去医好他。不要到了到时候啊，吼，又这边障碍，那边障碍，这样子哦。好，只是只要几天可以确定吗？还是可能还没有做到诀窍而已，也有可能的啊。见好什么可能都有的，好啊。所以呢，很多东西哦，你们一定要在平时就把它 settle 好它哦。因为今天道论呢讲的太顺利了啊，你知道吗？我怕你们到时候啊会失望啊。好啊，所以呢，他这边这样讲哈啊，我们有这个就增长毗婆舍那观啊，过后呢就可以脱离生死。所以他说啊哈，就像贫穷的人呢、啊，获得很名贵的珠宝这样啊哈，的确啊，是的啊啊，贫穷的人才感觉到珠宝是珍贵的哦啊，我很记得啊哈，像啊像我们就是啊像我们妈妈。那个年辈哦，他们是有穷到怕的那个倾向的，对不对？哦，是不是哦？有穷到怕的倾向，所以那时候啊，哦，他们最怕什么？最怕人家跟他借钱啊，因为啊，都已经很穷了，我那么难得存到一些钱了哈，过后你又跑来借，又不能够拒绝你啊，多挣扎哈，那个年代是有的，所以呢，每个情况啊，都有每个情况独特的情形。那么呢，一般上啊，同学，我们禅修者哦。
我没有弄，我相信哦，你一定有你一些缺憾在里边的，我很相信，在戒定慧你一定有一些缺陷的，嗯，因为如果你没有缺陷，你都不坐在这边了啦，你还坐在这边听我讲咩？你早就不知去哪里了咯，你一定有缺陷的。所以到最后 end up 你留在这边听我讲课，啊，所以呢那个缺陷呢，就是你啊，要去努力的地方啊，这才是娑婆世界的意义来的，哦，人生难得的意义来的，哦，对不对？最好你要再去问 ChatGPT 对不对？不用问了，刚刚我们问了啦，他答非所问了，哎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刚刚 ChatGPT 啊。好，来，过我们再看一下哈，啊，过后呢，这个会变，所以他讲啊，应该对那些啊再三考虑作意跟思维，看到吗？啊，同学他是这样子讲的哈，对于那个相哈，再三考虑，这个考虑啊不是去思考它的意思哈，啊，就是啊不断的去取相、作意跟思维这三者，你可以做同个字来了解。就是把它取相，那么呢就维持在那个相，哦，而一般上思维啊，哦，有时候定义是寻心所来的，同学你写下来，思维是寻心所来的，哦，寻心所来的，哦，啊，那么呢就是啊 OK， 来同学把你阿毗达班拿出来，看谁最快找出寻心所，在第二章寻心所最重要的关键字和它的那个 definition， 看谁最快给把它找出来，哦，思维一般上是寻心所来的，我们解读的时候，啊，嗯，看谁快，好啊，看谁快，你找到你就可以打字或者开麦，啊，其他看到的人点点头，啊，大家吐露，啊，这样子，啊啊，一些还没有上啊 ，Terry 没有上市啊，下次那个课会开哈，哦，嗯，你会有珍宝想了，嗯，因为各个人呢，啊，都在翻书，你不知道翻什么好啊，你就有珍宝想了，哦，啊，对不对啊，哦？啊，三三细神全部没有上阿毗达玛的，嗯，你们就有珍宝想了，嗯，找到了吗？嗯，来啊，玉华，你点头，找到可以开麦告诉大家了。啊，心头向目标啊，不思哦不思维寻心所吗？对啊啊对啊，把心头向在目标，嗯，在哪里啊？告诉同学，嗯，来，节三，嗯，第二章，嗯，同学写下来哈，啊，把心头向目标哈，啊，就是这边的含义了哈，考虑作意跟思维哈，何为作意哈 ？OK， 来，同学也再找找看作意，嗯。找出它最关键的 definition 作一，嗯，刚刚是在七篇六杂哪里哈，嗯，把它找出来。师傅是令心转向目标。对了，同学写一写哈，啊，这个作一呢是转向目标关键字写下来哈，转啊作一转向目标，考虑可以不用理它，思维是指寻的意思，好，所以呢作一跟思维啊两个我一般上都会用阿毗达玛来解读，同学记得哈。阿毗达玛本身，阿毗达玛学来就是为了解读清净道论的，清净道论的解读用阿毗达玛解读不会错的，基本上哦，它已经是一个很 standard 的 formula 了的了，哦，来，过我们再看一下哦，好，过呢，关于取相以示相，哦，来，有请，就是我看一下先哈，啊，请秀娟读一读，秀娟有请。关于取相与示相二相的个别作用，即取相的显现是坏行的、可怕的、恐怖的影像，然而示相则如四肢五体肥满的人随其所欲吃饱了睡卧的样子，在获得示相的同时，因对外欲不作意之故而得正福，舍于爱欲，因舍于随贪而他的嗔恚意舍，犹如雪除而浓易除。同样的，由于情境不舍断昏沉睡眠，因无追悔而作极静法的精勤，舍断掉举恶作，
因得殊胜的现前，不对只是行道的导师佛，对行道及行道的果而得除疑，如是舍除五盖，同时于事相中心的攀缘为相的寻生起，成为相续思维作用的思，获得殊胜的正悟之缘故喜，由喜意而生清安，因清安而生乐，由乐而生心定，故因乐而成心一境性的五禅之现前，如是初禅的影像的进行禅亦在那一刹那升起，此后得证初禅的安止及无自在的一切，如地辩中所说。嗯，好，感谢引导我们想到这一段了。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好，同学可以高抬贵手来啊。这边呢，好啊，其实主要是告诉我们取相跟事相两者的差别。好，同学呢，这一边呢，好啊，的确啦，他有讲的跟我们之前的 expect 一样。同学看一下。基本上啊，如果是说啊，哈，这一个呢是取向啊，哈，是这样子的话，哈，你看一下，哈，同学，如果是取向啊，基本上啊，哈，就是哎，跟谁呢，哈，走啊，进度啊，嗯，他说啊，哈，如果是取向本身呢、啊、是烂烂的话，对不对，哈？整个血图啊，这样，但是思想的话哦，就像这个这样子，他的确有这样子讲，他说好像是吃饱在睡觉这样哦，所以同学你看到吗？意思就是说，当思想出来的时候哦，我们的心啊哦，会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重新塑造它啊。
那这个塑造呢，完全是个人的经验来的。那我们的心的塑造啊，这一些是，大体上来讲啊，不无迹可寻的，跟业处有关。同学啊，如果你修的是安波念，对不对？那你们看一下，同学，如果你是修安波念的话，它基本上啊，安波念因为基本上啊是没有固定的形状跟形象的，所以呢，当你的取向啊一出现的时候，变成四象的时候啊，取向啊转去四象的时候，它会出现种种的状况。同学看一看，就是这里的。那啊，它会因人而异。有人呢、看到啊，像是一团棉花；有人看到像是蓝宝石；有人看到是蜘蛛啊。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原因就是啊，这些全部我们用佛教的名称说，是你的想运制造的。那么呢，我们呢、一般上我们不称为幻觉。幻觉的话跟我们想禅定里面想运制造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它可以说是定的一个指标，但是它内容不重要，它内容不重要，它稳定才重要。同学，你要记得因为这个像啊，看到什么东西比方是说你明明出现是个瀑布来的，后来听别人讲了，像蓝宝石也不错的，哎，它会变蓝宝石的。然后呢，它变了，你不自觉的，那因此就这个缘故，我们讲了这个相啊它的改变基本上啊它的内容不重要，因为啊你会改变它的，你的想力改变它的，所以就这个缘故，同学你们来练气功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啊你很多动作啊你不要去问它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因为已经恐怖不到了，都不重要的，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你练完之后，你有没有喜悦？你有没有清安啊？你身体有没有发热？关键是这里了，了解吗？一样的道理来的啊。不过禅定呢，是意门里面出现了，脑海里面出现了种种。那我们练气功是身体的动作的种种，所以呢，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改变它。而这一个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啊修学禅定了他会不知道那么多有好处因为知道太多啊，你自己很多 preset 的东西它会跟着你想的东西出来，包括那些无常苦物的变化它也可以，你可以把它变出来，就担心会是这样因此就这个缘故是我们会让你不 preset 那么多是对的这样子好啊，但是呢，问题就是当你自己在家自己修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又不行因为你会怕的因为你懂了之后你就不担心，你又知道我应该留意什么，应该不留意什么。这同学记得就在禅定里面，当你禅定开始要成就之前，是相是什么内容不重要，颜色不重要，稳定重要，快不快出现重要，稳定不稳定重要，然后呢有没有变透明重要，这是三个重点，就是你要抓对它所以不用报告太多你看到什么内容这个就是你抓错重点了那么呢气功也是一样，是基本上就是练完之后你会出现哪一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呢就是重点是这一些，那么动作很多细节你觉得你自己像什么观音你觉得你自己像跳舞一样都不重要的这一些可以明白吗？开头可以好奇，过后不要老是去追这些内容来问了的了不管是修定也好或者是练气功都一样的好，所以呢这一边呢真正事项一成功它就变到是这样子了的了，看到吗？他说啊，整个人呢、吃饱了睡卧的样子这一个可以看到吗呢？这个东西同学可以因你喜欢而改变，你想他要变什么就变什么。不过一般上他不会离开你的那个取向的，因为你取向是人你的思想啊不会变成个蓝宝石，不会这样的因为呢，比方说你修白片是白色的光，那么思想的话一定跟白色光有关，它会发亮变透明，它不会说白光白片就会变紫色，不会这样子的，可以了解吗？那么多个里面呢最不固定形状的就是安波念
因为呢，它呼吸，你有个固定形状，因此哦，定义成功，你的 prefrontal cortex 啊 ，set 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样子哈、哦。那其他的呢，会根据取向而更进一步产生进化，通常是变得更漂亮，更加光明，这样子哦。这个都是禅定成就出来的像来的哦。那么呢，这一个啊，哈、哦。它也会啊，会让你误入歧途。如果你太过于啊，哦，去沉醉在这些种种之类，你会进步不到了，这样子。那么呢，如果一些人呢，哈，会有通灵的哈，身体体质敏感哦，进到这个状态的话，怕他的通灵会更厉害哦。因此哈，有一些人呢，哈，他不愿意啊，接受一些通灵能力太强的人呢，哈，来他的禅修营，原因就是这样。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的哦，这样子，所以我们气功哦也不接受有通灵经验的人来啊、哦，原因就是这样，我们很怕这种麻烦的哦，过不容易辨识的，然后哈、哦，好，然后过我们再看一看呢、啊、哈、哦，然后呢，那、啊、他这边开始谈了，事先出现哦，第一，你对外欲不作意啊，征服舍与爱欲，看到吗？哦，你对外不作意，爱欲就是指贪心所。舍掉了贪的话，嗔会也跟着舍。同学看到没有？贪舍掉，嗔也舍掉啊！因为很多时候啊，哈，我们会起嗔，就是因为贪的缘故。因为贪了一个东西，就害怕失去，失去了就会嗔，哦，这样子哦。嗯，哦，我今天看报章哈，阿丁丁讲一句话，哎，我觉得他很有思维嘞。他讲啊，嗯，因为啊，安华哦，就是。反贪污去抓他嘛，他在开他们普通大会，他说安华因为害怕我而对我进行攻击，我觉得他很有哲理，很懂心理学，我觉得他对不对我不晓得哈，不过是对的，我们出于本能害怕哦，我们会去攻击一个东西的，嗯，对哈，因为害怕，就是我们打蛇一样嘛，对，你是怕你在打蛇嘛，对不对？你不怕你不会打蛇，所以一样的道理，通常啊，在佛法里面害怕哦跟嗔恚哦是一撇的，所以呢我们找不到害怕在五十二心所里面找不到的，没有恐惧这个字的，所以都是把它收纳在哦嗔恚那边，同学记得哦啊。那么呢在害怕的部分呢哦，我们还有个地方有收纳害怕的，在哪里？同学找找看，阿毗达吗？五十二心所有一个地方有收纳到恐惧的、害怕的，是哪一个？五十二心所有一个，五十二心所哪一个有把害怕收纳在里边？这种做梦你看天的，你有两台电视机啊，这种。阿毗达妈在电视机上面那边的，我有印出来的时候，我印出来，因为师父每次问这个问题嘛，哦，哎，很聪明，对，很聪明哦，嗯，静怡是放在桌子的，所以他往下看的，你是粘天花板是往上看，嗯，对，好，哪一个学找到吗？嗯，OK， 我给个线索，同学是在气片里面。师父是感受吗？收。收纳在受心所，不是在受心所那边。sorry， 在杂心所那边，同学，杂心所再留意看。嗯，你想到太开麦回答了，同学尽量投入一点，杂心所。心静之后，对了，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呀，同学，你知道吗？你要去做 blood test 啊，你会怕啊，这才好啊，你明白吗？你才会去减肥，你明白吗？哇，师傅，糖尿病哦，
所以那个害怕这种情况是好的，一样的精进心所啊，你就是因为你怕，所以你会精进考试，因为你怕 deadline 啊，你会精进啊交你的 submission 你的 tax， 对不对？所以这些害怕在这些全部都是好的。那在佛法里面的精进哦，也是对于生死的害怕，轮回的害怕。所以同学，你对于啊生死轮回不怕啊，这才可怕，对不对？你仔细思考，但是这个怕啊，我觉得啊，我觉得有点与生俱来的哦，因为啊，我以前我验血啊，我旁边那个比我胖很多倍哦，他完全没有感觉的哦，他也不怕的哦，所以啊，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减肥的。哎呀，我没事的，包括我胖到半死，哎。我敢讲啊，你放一万个人给我去演讲我都不会怕，但是我很怕验血报告的，所以我经常啊给王俊达吓到我半死的，所以我才用功减肥啊，那么所以我觉得恐惧啊在这个情况是好的，你不怕才可怕。所以同学你好好思考，来同学我给大家你10秒15秒时间，你想看你有没有好好运用害怕在这些正面的地方。同学你好好想一想，你想的可以用举手了，还是应该害怕的你都不害怕，你也可以把它想想，就在旁边写下来，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一位好了，两位好了，三位好了，四位好了，五位好了，八位好了，好，我们过半了。所以同学，我们呢这个课上完了，基本上你对自己会相当的理解了的了，看到吗？所以他说啊，贪没有，嗔恚就没有。然后过他讲啊，因为你精进，你就没有昏沉睡眠，看到吗？你精进缘故，昏沉睡眠就断掉了。过后呢，你因为没有追悔的缘故，就舍掉吊举恶作，看到吗？啊，吊举恶作，有无追悔就会舍掉吊举恶作。同学留意啊，恶作的定义啊，基本上是未行的善和已造的恶都会吊举。所以同学你要确保自己啊，免掉吊悔，知道吗？要免掉哈。思敏，幸好你们要放手啊，不然我以为你们有问题要问了的啦。好，来同学留意哈，这个吊举吊恶作你把它圈起来哈，我们有一些吊举恶作哈，经论把它分开，因为它不同。吊举一般上是什么？心散乱就是吊举，恶作啊就是为已造的恶跟未行的善而产生吊悔啊，因此哈这个是很重要。那么这个吊悔本身呢哈，同学吊悔本身是善。还是恶，原则吊悔本身是善还是恶啊？已造的恶和未行的善，善吧，师父是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更精进。OK 好，如果我说它是恶呢？宝宝，什么情况底下吊悔会让你变成恶呢？师父啊，吊悔是说一直做了又后悔，是不是？对已造的恶跟未行的善而后悔，叫做吊悔。就是可能是错了又。就是一直不知错还是不知改？哦，不是，应该这样子来解释。修学禅定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个吊悔，就变得恶了，对不对？你修定要你定下心来啊，你一天到晚想，哎呦惨了，我该做的善事又没有做了，哎呀，我应该要布施又没有布施，哎呀，我应该看经典又没有看，哪里敢？你修学禅定就不要想这些了啦，可以明白吗？但是在平时的时候啊，这些会让我们。都是啊，把戒持的更好。这同学记得，所以吊悔哦，
可三可二，所以呢，在阿毗达玛是放在二的，但是啊，在白法明门论唯识学是放在三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哦，所以同学记得哈，这个是调举的特色哦。过我们再看一下，他说一位书生的现前呐，哈，故对只是行道的导师，对行道以行道的果得以除疑。来，同学看到吗？啊，书生的现前。行道和行道的果，看到吗？疑就可以去除掉哈。OK， 好，通常是这样的。一般上啊，当你修行有很好的体验，你会对我们老师会有信心，然后呢，你过后啊，对于方法 ，OK， 就行道会有信心。对于行道的果也会有信心，因为移除掉了这样子哈。这个呢就是提到啊哈，当你有好的经验，一般上信心哈就会出现，就是这样哈。所以就这个缘故啊哈，我们有些学员啊，北传的，他跑去南传那边修行，因为他的方法让他有体验，所以到最后他就舍掉北传，继续南传，会有这个现象，就是这样而来的了。所以呢，这个是可以这样出现哈、哦、那么呢，这一个呢哈，也是可好可不好，可不好的呢就是有谁啊有留意一个新闻呢、啊、？Netflix 最新的纪录片《Betray of God》，有看的举手一下，或者听说过的《Betray of God》，这种有看是其他人呢？其他人不得不师父以前有听过、啊、师父好像你前几堂课有提过、啊、才刚刚罢了。对对对对，这个非常出名，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哦、就是韩国有四个，他当作四大邪师啊、哦、他 Netflix 拍他，那么呢他令到啊、哦、他们很多人啊、哦、很困乱，主要是有两个是骗财骗色，有一些是集体自杀，应该有三个牵涉到骗财骗色。那么呢有两个啊，其中有两个本身他们都是全部都是基督教的，有显示神迹，而这个神迹、哦、就让到他很多信徒充满信心。那么有了信心之后啊，他们呢、就慢慢的、被欺骗这样子了。他们大体上啊都说他们是 Messiah， 弥赛亚再来、啊、会把他们带去天国这样子。那为什么会那么容易相信呢？我倒觉得不是，根据 Netflix 的报道啊，我觉得他报道缺少一样东西，就是呢他们都会认为分析原因是韩国因为高度发达，内心空虚，然后那些人很希望有个寄托。我觉得除了这些以外，其实啊他其中有一个啊和卢台长几乎一模一样那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 Netflix 漏掉，就是其实有两个、哦、的确可以显示神迹，但是可以显示神迹不代表他是真的是圣人，因为有显示神迹的人也可以到最后骗财骗色的，可以了解吗？因为这个、啊、在我们的提婆大多、啊、就是现在这个现象。提婆大多其实是最棘手，就是因为他有五神通，但他最后啊，他篡谋佛陀的位置啊，到最后就多无间地狱了、哦、这就是我们最难理解的啊，真的五神通呢，四禅八定怎么会这样的呢 ？OK， 我们如何来解释哈、啊？他证得禅定的时候，他不会有这些问题的；他证得神通的当下也是没这个问题的。但是当他没有断烦恼的时候，他过去世的一些业啊哈，会可以现起来。那他过去也现起来的时候，是他可能会出现了、啊、同时有两种情况，就是呢他入得到定，他这个业也会现起，但是当这个业越来越自身越来越强烈啊，他自己会没有掉的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人啊，因为他恶业没有断到完嘛，所以他会 in between 出现。所以我觉得那两个啊，我觉得韩国人呢、啊、那么发达没有那么笨的，我觉得他们不是说那么简单，说因为我空虚的缘故。你们如果去看呢、啊，你知道那些人疯狂教到如何吗？哇！而且我觉得他疯狂教到哦，还有一个点，
我觉得有两个哈，有其中一个两个，他有能力 trigger 他们的能量，他很像那种气功哈，那种气功 master 哈，一发那个能量哦，大家出现的现象来的。因为有几个人治病，明明是坐轮椅可以站起来，好几个，两个里面其中一个有能力，就跟卢台长差不多一样啊。所以我是觉得 Netflix 漏掉啊，他们忘了讲啊，其实这些人都有能力。问题就是他没有断到烦恼，所以这个啊，报道的人没有深入，他不见得懂得哦。就是说一个人呢、他可以开头是纯净的，但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他可能会退步的，有很多现象的哦，那很多现象会有可能会出现的哦。所以呢，那套啊、主要是什么哈、就是要警惕啊、就是在宗教上，所以呢，一般上啊，二地我们比较不担心，因为二地我们这边呢比较多教育性比较强。那么呢，同学即使宗教体验都好，我们都是架构在理性的背后的。你们的样子啊，不像是盲信的人，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边比较不会。我们这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比较难申请信心了。坦白讲了，我们这边的问题是申请不到信心，因为太理性了哦。我们不会说出现盲性疯狂，不大会的。二弟同学哪里会？我们这边教这种东西，对不对？包括你看师父讲啊，你觉得师父对我的老师会很盲目那种？不会的，我们这种不会的，所以我觉得不会。所以要出现那种叫很疯狂啊、叫喊那种啊，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他们的能量被 trigger 出来，他的确是他的病医好了，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呢，他的反面很偏向信愿啊这种啊就是啊，世界末日就快到来了，只有我可以带你们去天国，哇，出现这种现象，他才会这样子的情况的。而这种啊，法行人相信的时候也会投入这样子，像我们这样哦，哎呀，轮回那么多事哇、哎呀，哪里有那么逼迫啊，对不对？来世不能够上天就下地狱，我们有那么多事可以轮回，哎呀，慢慢来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难产生那种逼迫感的嘛。基督教是这样的哦，今生不上天堂就下地狱了。Christian 也是 ，Islam 也是哦，但他逼迫感这样啊，变到啊，你法行人都好，你一投入啊，你会信到，你会进里面的。佛教啊，哎，我觉得不会了，比较难了。来，建豪怎么样？你讲什么？开麦，建豪。我讲我亲戚的故事。他本来是我的亲戚啊，本来是很难相信任何东西的啊，他都不相信任何。但是有一次，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孩子还是他自己，我忘记了，就病啊，病了，找什么医生都没有用啊。后来那个宗教治好他哦，结果全家就进那个宗教了。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亲戚也是这样，就是跟了一个很多人都跟了，就是因为他真的是真实医好他的病，就两个亲戚进了两个不同的东西了啊，进了两个不同的。不过是这样的，他虽然是如此，但是如果他对本身的宗教有深入理解的话，对不对？我觉得是他会感激他，但未必会完全跟随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如果是完全没有 background 的话，他就整个进里面。但如果这个人呢、像二弟的同学这样哦 ，OK， 建豪，如果、你的爸，比方说你父母啊，哇，真的重病哦，被卢台长医好这样哦，不像你这样，如果在二弟啊，有真的学过阿毗达摩哦，我觉得你不会，你会感谢他，但你不会完全投入于他，对不对？是 ，Mandy， 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你们的情况一模一样的。OK， 我感谢你，因为你这医好，中西医不好。不过你要我如何投入啊？这样子来念哦，可能就未必了。所以建豪，你明白吗？这个明白，性格还是很关键的，你知道吗？就是有学过的那种。如果是我只是普通拜拜的那种啊，完全、就会啊，完全 就我拜了这样多年都这样，然后哎那边一下子就说拜拜了，就比较容易的。包括你是医生都好，你会完全投入，因为你。我的医术医不好，我的最爱的人呐、对不对？贤，你会完全投入，除非你有宗教背景，宗教背景你就不容易了，因为有宗教背景啊，那次第上限你分明很清楚了嘛，你一下子就把它判是啦，你很厉害，你医得好，你有神通，把我们佛教都觉得神通都不究竟的，所以你投入不到的，明白吗？我们的佛法很多、会让你没有办法投入，所以我讲我们的问题啊。不怕盲信，是信不到我们最大的问题。来，志忠有请，志忠啊，来。师父，我最近我去把车交给人家去粘那个车镜啊。啊，怎么样啊？他把
把我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佛像哦的头颅断掉。哦，这样啊。这样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佛像嘛。啊。我最近跟了师父学佛之后啊，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忘记初一十五啊，忘记上香 啊， 忘记捧茶这样，我有时候觉得会不会好像不对啊？哦啊，你尽力就好了，因为你的职业的关系啊，你尽你的能力就好了啊啊，应该要有一些心愿啊的啊。都要有的哈啊！你觉得啊，初一十五我应该要吃斋呀、啊，应该吃素啊，这种仪式不能够完全没的，没有的话不能的。像啊万强讲啊，他有一批是中观的哈，那帮人不拜佛的哦，哦，这个就 something wrong 了，这个就太境界太高了咯哈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哈，信愿还是要 balance 啦，同学哈啊，信愿要 balance。我们这一边应该是这样，我们这边我们这种课啊，来的同学通常是法型比较强。你的信心自己要去 balance 它了，那么拜二那些药师经啊、水忏啊，那些是信心比较多的，他要理性去 balance 啊，好，都是你们自己哦，平衡你们自己的啊，这样子哦，嗯，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这样哈，哦，因为啊，为什么要提起？其实我们佛教之前呐，啊，有一个很大胆的，就是发生也是男女色情的问情色的问题，也是出家中的。如果你们有留意到的哈，这好几大概也是几年里面了哈，酝酿，而且是上到court了的，已经输掉了嘛，赔钱给那个女众了哈。啊，这些就是因为他太过完全了，依赖性的关系而造成的哦，这样子啦。好，来过后我们再看一看了哈。好啊，所以呢，这边都讲啊，会除疑，看到没呢？除疑就是因为啊，哈，当你有特殊的殊胜现前呢，包括建豪所讲那些案例，就是殊胜现前而可以对这些除疑咯，啊，好，所以他讲啊，如是时，除了五盖啊，哈，同时与四相中一心的攀缘为相的寻神奇，看到吗？他说的舍除了五盖哈。啊，然后呢，同时与四相中以心的攀缘为相的寻的升起，五盖没有的话，对不对？那个相啊，就会升起了的了。哎，你看嘛，四相为中心哦，然后呢，四相以中心就会掀起相续思维作用的思。同学把这个思维改成相续安置了，同学改成相续安置，这思维会搞错的哦，安置哈。安置，同学写相续安置，把思维改去相续安置，相续安置的作用的事哈，过呢就获得了喜，有喜就有清安，有清安就有乐，有乐就有定，过呢就一精性。所以同学基本上啊，如果你有尝试过啊哈，修定的滋味是，它就是这一系列啊，全部跟着来的了。都是大概是这样情况，到最后呢就证得初禅的安止及五自在的一切，这样子。好，同学，我们在下堂课的时候呢会继续谈其余的九部经啦。好，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到这边结束。